Hello，我是卡蛋林。今天官方发布了最新的活动，只要在游戏内接受新闻即可更新这次的活动哦。宝可梦潮圈里面会出现沼王、沙漠蜻蜓、尼友巨人、古月鸟和雌性的爱管事，其中有几率遇见设围的古月鸟。另外还有这次主要的内容，古月鸟把道具吞下去了活动，只要在2月4日到2月9日的期间跟许愿星巢穴的古月鸟对战，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。这次的活动要全世界的剑盾训练家一起努力，如果全球训练家打败古月鸟50万次，每个玩家就可以获得成就的礼包，里面包含了火焰宝珠、剧毒宝珠、电气球各一颗。另外如果达到10000次击败古月鸟的记录，全数的玩家还能够额外获得金色王冠的礼包，里面包含了金色王冠一个、银色王冠、丸子蜘蛛各三个。收集设为古月鸟的同时，还能跟全世界的训练家一起完成这样子的成就，感觉好热血哦！我要燃起来了，大家一起来努力击败古月鸟吧！今天的消息就到这边结束，大家再见，拜拜喽！马丹呢？这次的活动要全世界不就可以参加这次的啊？感觉礼物好像还算不错，收集不哈哈哈！如果全世啊。